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你看，我们片头开始放了一个欢迎大家的音乐，我想尽办法，就是要希望大家高兴来直播间，一起来慈悲，好不好？各位讲好，一起来慈悲。所以一开始我们祈请诸佛菩萨加持，供养诸佛菩萨，招请六道众生，为他们供养功德施食等等，每次都如此。那各位天天如此，你要开车，你要走路，感谢三宝加持，一切平安，愿六道众生都开车平安，都脱离轮回。那每一次都是个菩提心啊，所谓菩提心就是对上的恭敬信心发心啊，上求佛道。对下的所谓跟我们平等的六道众生，都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同成佛道。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我们在决定今天晚上又继续要跟各位做观世音菩萨灵感课的占卜啊，所以大家鼓掌，欢迎大家啊！很多人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哎。哎，事实上这个有数字也好玩的嘞，哎，数字多人就看得多，数字少我们就专心修行，都无所谓啦，但是我想现在的佛法啊，不这样子唱唱跳跳啊，我看就困难。下回师父讲个后面就有人这边比手语，太好了，这边有人这边跳舞跳佛舞，我看那个直播间，哎呀，真厉害啊！当然佛法不离世间法。啊，但佛法不执着世间法，但是要用世间法来庄严佛法，这样就对了。就像钱，在解脱道可能是没有用的，但是钱虽然是不执着，但是用钱来做好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叫直播间，那就是我们的道场。所以每次我们就会买一些新的设备。所以各位看我前面这个是录音的啊，听说这个声音比较敏感，这个要会调。我们今天不会搞了老半天，继续努力就好了啊！前面又摆了两个灯，来看我打的脸，我比较亮一点啊！那各位要学啊！那今天又弄了一个混音机，听说里面可以拍手啊，可以当当当当，可以飘飘来啊，什么样的有？以后可以放炉香赞啊、忏悔记啊、念佛啊、大悲咒8种混音。所以各位现在也要学习 podcast 啊，现在很流行年轻人 podcast。讲出自己的思想，所以现在等于是线上佛学院了，线上大学了，各种的世间的知识，透过连线，透过网络，各位都可以学习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想各位借这个好的机会啊，大家一起来修行。好，大家跟我合掌，来祈请诸佛菩萨，祈请观世音菩萨，然后呢？现在我就点香咯，各位，你在家里也点一支香好不好？让我们的道场的力量啊遍地开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们看看师父前面有个亮亮的，赶快挂起来啊！佛说灭瘟神咒啊，听说经典说带着这个咒语不会被瘟疫所感染，所以我们都自己做，还用5色线打7个结，念了7遍灭瘟神咒，带在身上。那各位要学哦，啊，在网络上我都有教，然后很多法师都有在送，甚至把这个灭瘟神咒挂在你的家里的门口，然后这些瘟神瘟鬼不会进来，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啊，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不得不的确诊者，搞不好住在你家隔壁，对不对啊？但是你希望他们好，那我们自己也不要感染，也不要去感染到别人。所以灭瘟神咒说，你带了这个，就算你跟对方握手，这个人得确诊了，你跟他不小心握手，你都不会得到这个传染病，太重要了。所以各位在网络上，请把这个咒语取下来，听说用黄色的纸把它写在上面，然后呢卷卷的放在身上，太好了，挂在你家门口。挂在进出人很多的地方，那个地方呢，这些瘟神瘟鬼得到超度，不会，大家不会染病。各位要有信心，非常信心。所以有很多菩萨哇，做了几千个，在最流行的时候啊，到处送。但是现在我看到了末期，大家就忘了。一开始我们在去年也这个
一二月份开始流行，哇，大家忙得很了，做了几万个到处送。那今年大家大概是冷掉了，所以我故意挂着挂着，你们提醒现在网络可以取下来，拿这个灭蚊神咒把它剪好，用五色线打七个结，捏七边咒挂在身上，送给别人，戴在手上，挂在车，哪里都可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不得到传染病，所谓新冠肺炎，然后呢，利用这个机会多来修行。当然，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大家慈悲共修的功德，回向给所有已经确诊者赶快恢复，往生者得到超度啊！而且呢，新冠肺炎赶快过去。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人类的共业，希望大家从这个业里面觉醒。觉醒什么？千万不要去造杀业啊，不要去随喜参与战争啊。这段时间大家忏悔、吃素啊、修福、发愿，其实上讲来讲去就这些啊。这个一定要抓到重点，那这个最重要。好，所以大家请跟我合掌啊，祈请哦，你要观想啊，真的诸佛菩萨都降临六道众生，招请我们对他做观想的供养啊，跟布施。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一心祈请历代祖师慈悲加持，一心功德供养所有龙王、鬼王、魔王、地方神明众等，同享大家共修功德。刚刚我还要请两位，一位居士，一位法师到海边啊，做大烟供啊，两个人而已，这样才没有群聚，做了三个大大的烟供，融入我们的法会，好不好啊？然后我在外面也点灯啊，供水啊，食物啊等等。那希望各位你也在你的可方便的地方做功德，哪怕是供水，融入这个功德，万人共造善恶因，供养大家，每人皆得善恶果，我们彼此都得到彼此的功德，更把这个功德愿意使功德庄严佛净土，这样子啊。那一开始呢，我们来供佛，除了点香，然后呢，今天用浴佛来代表供佛，点灯，还有食物啊等等，一起这样观想。来，我们大家一起念浴佛偈哦，念浴佛偈。每天都做，每天做，因为各位每天都要洗澡。我今灌沐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敬如来净法身。唵地萨地萨，僧伽梭哈。我会念三四遍啊，各位一起跟着念。然后你观想所有新冠肺炎者都净化，所有堕胎胎儿都变成佛陀的形象，所有三途苦众生身口意都清净，同证如来净法身。嗡地沙地沙僧伽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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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地沙地沙僧伽梭哈。各位记住哦，万一你的妈妈生病啊，那你观想啊，你在浴佛的时候，这一尊变成妈妈哦，然后大家浴佛的力量都净化了妈妈的身口意，你不会念咒没关系，就是嗡啊哄，嗡啊哄，妈妈的身口意，众生的身口意都非常的清净，所以我每天都会做，只要有，我希望大家家里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做一套。包括请单尊的，我们最近做了很多单尊的啊，一尊他们那时候说15块人民币啊，大概70-80块台币啊，然后乃至2-3块美金就可以做，然后大家送给人家。然后这个盘子，各位你要家里什么盘子都可以啦，反正这个盘子比这个佛像还贵，所以我就说单做这个就好。然后现在做那种塑钢的叫水琉璃的，又便宜啊，又不容易摔破，但是跟大家结缘啊，供养佛15种、16种功德，浴佛又5种功德，相好庄严，全家安稳，身相庄严，逆转难生，永离三途，一切满愿，同生净土，同成佛道，有各种功德，然后这样子的来上供又下施，这个水供下去是上供，等一下布施啊，
哦，下司有情动手，翁伯伯弟弟切多里谈他一对。然后呢，再来我们做烟供哦，啊，以此清净烟供，各位随喜所有百千万刹烟供施食功德，供养三宝，护法善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冤亲债主，所有瘟神瘟鬼，乃至确诊往生者、确诊病苦者及其身上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嗡阿吽嗡阿扎达苏罗布巴耶梭哈。再来，哎，点灯，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嗡班扎阿罗给阿吽，嗡班扎阿罗给阿吽，嗡班扎阿罗给阿吽。哎，再来供食物，哎，为殊众生啊，上供诸佛，所以醍醐美味上妙。香米甚凡，同享总无机，神力妙难思，一波能持，堪现古摩尼。嗡阿吽嗡阿吽，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那马上我们就下施啊，下施，你看，哇，更多更多，越多越好了。这个东西多鬼不怪，东西少鬼就怪。我老实跟你讲，前天啊，我们在播的时候啊，没什么时间准备啊，一下灯坏掉，一下机器坏掉。飘飘来一大堆了，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多一点啊，不然等一下飘飘又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慈悲啊，啊，慈悲他们就会来，你不慈悲他就不来啊。所以各位，我们大家来大慈大悲，所以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食物啊，啊，乃是布施番茄汁代表身上的血啊，食物代表了自己的肉啊，布施给众生。哎，那各位你也准备哦，你也准备一杯水也没关系。点个烟供香也可以，乃是一点点食物，你刚刚剩下的饭菜一点点也可以嘛，吃素的，然后大家一起布施啊，来，我们招请六道众生同来法会，然后得到我们占卜的功德。老师说了，观音灵感卦是一个大慈悲力，也是降妖除魔、超度众生的法门。老实说，真是如此，因为感应嘛，观音菩萨的感应，观音菩萨是对六道众生都是慈悲的，所以呢，我们在做灵感课的时候，一直要用观音菩萨的心态，不是自私的为自己，要想为所有。啊，你就问人生病怎么好？那生病身上有生病的冤亲债主啊，业力债主啊，那你总要为他超度，他不超度，病怎么会好呢？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一个人会生病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业障，业障，这个业障根本来自于无明烦恼，所以业障要消除啊，心灵要净化，所以心清净啊，叫肉体清净，那以清净心来消业，是这两个。有些人是只天天忏悔消业而忘了改变心态，这两个既然讲到业就包括烦恼。各位来再念一次整个佛教的原理，因为烦恼所以造业，因为造业所以受苦，叫惑业苦。那越苦越迷惑，越造业越受苦，那就是这样不断生死轮回。所以讲到业要消除，要断烦恼，断烦恼持戒律，然后呢业就消除，轮回就消除。所以第一个来自于业，业叫断烦恼，观实相啊，一心念佛。第二个呢，鬼神啊，今天你业障现前了，鬼神就借机会进来了，因为他找你讨报啊。那我们现在新冠肺炎最大的业力债主是什么呢？吃肉啊，杀生吃肉啊，这是最严重的。按照经典啊，灭瘟神经来自呢，齐秦五方龙王来加持的这个灭瘟神经，都讲的在百千万是人类所杀掉的大型海中的、陆地的、野生的，特别野生的动物，报复力最强。啊，他们因缘成熟了，成为瘟神瘟鬼，聚集起来，聚集起来就是一个大鬼神咒，然后就像大台风啊，像蝗虫过境一样，你看在这个地球跑来跑去。所以有人就问我说，哎，师父，为什么人类会得这个新冠肺炎，动物不得了？动物会得，吃肉的动物，吃素的动物就比较不会得，它是另外一种病，而不是新冠病毒，那大部分是人类。所以呢，因为是人类造的业，所以各位这段时间，我们第二种要超度这个冤亲债主、业力债主，特别是不要杀生吃肉，这段时间千万不要。那第三个呢，就是调整四大，调整四大，各位就是要早睡啊、早起啊。现在很多人跟我介绍很多影片，甚至中医叫我们九点就睡觉啊，躺平，十点啊，然后起来要运动，这些都可以的。
医生乃至按摩治疗啊、走路。那现在因为很多人不能出门呢，只能在家里跑步啊啊、但是调整地水火风是各位在悲次生病的原因。第一个，烦恼所造的业力要断烦恼忏悔业障。第二个，鬼神冤亲债主要超度啊，堕胎胎儿啊，过去怎么样的伤害众生啊，等等等等，很可怕的事情啊。第三个，那就要调整四大啊，配合医生看中医调整身体啊，这样合起来就可以。所以那我们现在就为他们啊，刚刚上供了，现在回向给所有冤亲债主，所有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所参与的战争未超度的冤魂，跟杀生吃肉未超度的各种动物亡灵，希望他们得到大家共修的功德。我们除了不吃食物，也不吃自己的血，甚至观想自己的这些食物呢变成自己的肉啊，黄金珠宝都要布施给他们。哎，大家念嗡阿吽，观想各种动物他们亡魂他们所需要的都得到啊，不管一个人生病，除了有动物亡魂，过去有结过人的怨呐、堕胎啊，或是如何如何啊，甚至我前天知道一件事情啊，有一位有钱的少妇，结果呢怀孕呢小孩子就五个月，医生判定是唐氏症，就决定一定要流产。当然我问我说不要流产，但是我知道他会流产。当我还没有回答完，他们传来说已经流产了。那他就很痛苦，他终于很久才可以怀孕。他虽然很有钱，但是小孩子就这样走了。我说赶快为他超度，我帮他取个名字叫智慧的月亮智月。但是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也去帮他找出理由了。原因啊，他过去啊，这个做人家大老婆的时候，他老公啊有小老婆，那他自己没怀孕。古时候皇帝也好，有钱人，大老婆不会，正宫不会就找小的啦，就他也没办法反对。但是这个小的怀孕以后啊，他就拿了坏的药给他吃，让他流产，就是害死那个小孩子。所以呢，他这一辈子怀孕一定得到不好的，因为处心积虑啊害人，所以就生了一个不好的小孩子。啊，而且自己也不会有小孩子，那自己又很痛苦。后来他就当然刚刚讲堕胎了，但是堕胎小孩子一定很怨呐，所以大家啊也回向所有被堕胎的小孩啊，乃至因为生病，当然医生都会建议他把它拿掉，这些可怜的小孩子他们都得到功德。但是各位要了解，这就是因果，因果啊。当然我们如果因缘成熟，我们可以找到原因呢啊，就比较好忏悔。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虔诚忏悔。好，来准备这些牛奶食物啊，大家念嗡阿吽，念辨识咒啊，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观想百千万场的我们随喜世界的放焰口啊，施食大蒙山、小蒙山、烟供、药供啊，各种施食都融入我们的身体，变成八万四千毛细孔的八万四千的净土，自身刹那成观音，马上变成观音菩萨，身形变满整个法界世界，每个毛细孔都变成净土，从净土里面出现无量无边的众生的甘露，哎，那众生吃即解脱，往生净土。要这样观想布施自己啊，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那么沙瓦达那耶多瓦罗吉殿，上不来上不来，那么沙瓦达那耶多瓦罗吉殿，上不来上不来，那么沙瓦达那耶多瓦罗吉殿，上不来上不来，吽。甘露水真言啊，念的时候各位观想啊，各种好吃的饮料、牛奶。当然我讲过，先布施的是甘露啊、饮料、牛奶啊，观想最后观想什么？布施你身上的血啊，特别冤亲债主，过去我们杀死的那只狗啊，杀死那只猪啊，哎，就把它放血，甚至吃它的猪血啊，那你不还血吗？那当然要还啦、啊。甘露水真言讲观想啊，那么娑罗波耶耽他耶多耶大智当，嗡娑罗娑罗波那娑罗波那娑罗萨婆，那么娑罗波耶耽他耶多耶大智当，嗡娑罗娑罗波那娑罗波那娑罗萨婆啊，观想不施自己的血啊，那么娑罗波耶耽他耶多耶大智当，嗡娑罗娑罗波那娑罗波那娑罗萨婆诃，聚众妙语身中血，替身使于此漂有居住之，我们都布施给他，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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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吽，哎，当然我要告诉各位，当你下施的这些食物啊，最好不要自己吃了。那把这些食物呢，拿去替他们施食，做烟供最好。那不方便做烟供，我知道，
那我们就布施给流浪狗啊鸟，所以我经常用很多吐司捏一捏我那个八哥鸟，哇，那个鸽子它特别喜欢吃啊，那细的麻雀来吃，麻雀多了撒一把米，找适当的地方啊，甚至我有时候都到出海口，就是淡水跟海水的出海口，那个水流出去就很多那个乌鱼啊，哇，甚至我有一次跑到一个地方，百万只这个我没办法算的乌鱼，一看是个市场，市场很多排放的废食物啊，甚至那些煮剩下的，所以他们都在那边吃啊。但是你要布施乌鱼，食物不能浮在水上面，我们放的食物是让它沉下去的。有些大部分都吃沉下去，少部分呢吃在上面。各位，这个要研究啊，慈悲要智慧。你可以把这些食物啊布施给流浪狗啊、鸟啊、布施个水中的鱼啊，甚至施食啊、烟供啊，这样圆满了上供下施，功德更圆满。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占卜了。那当然我知道各位问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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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我也知道回答不完了，但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啊。然后呢，一开始我们按照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我们再来观想。这里面说，我们先静心虔诚，然后在家里你就点香礼拜观世音菩萨，供养观音菩萨。然后呢，找五枚，各位有没有准备啊？啊，有准备最好。我今天是要让大家一起占卜，我占我的，你占你的。譬如说有人问生病，那你就问，现在要问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问我师父，那一天问你会占卜，跟我占一占，我会不会肺炎确诊呢、啊、如果会，我出去就戴三个口罩，干脆不出门。如果不会啊，我就无所谓，跑来跑去。我说当然你相信因果很好，我们还是戴着口罩好来，这是一定要的啊。但是如果一问自己没有，老实说，按照祖师大德啊，这个瘟神啊像个黄色的光，所以我把这个大瘟神叫黄光鬼神众。然后呢，你身上如果是人有一个黄点，他就知道，他就找你。为什么？你有这个业力，没有这个业力的身上就没有跟他们同样颜色的光，还不容易找你，意思是如此的啊。所以有一些老和尚会打坐说，哎呀，这个人身上会得确诊，因为他身上有深根，如果是很深的这个黄色代表他一定的，如果是浅浅的他就注意一点就好了，没什么事。所以每个人都想要问问到底自己会不会得确诊，第二个到底你关心的人会不会得确诊，如果是不要怕，改变一下就好。然后就没吃素的叫他这几天吃素，然后呢请他多忏悔，忏悔他过去吃很多活海鲜啊，这样就没事了。那有人说，我说如果我爸爸一点也不忏悔，也不信我这一套，没有关系。哎，佛教叫转业，你替你爸爸吃素，你替你爸爸忏悔，这样就好了。特别这段时间各位可以啊送很多便当，你很多单位在做世界各地啊，哎，素食便当，那就请人吃素嘛，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多忏悔，拜八十八婆或自己礼佛忏悔，那最快的方法啊。好，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观想啊，按照灵感课上面所写的怎么样去念诵啊。好，那我们一开始要念观世音菩萨祈请，借这个机会啊，我怕各位无聊啊，我播一支片子给各位看。这是大概我三年前吧，带着一些菩萨到日本去浅草观音寺，那一天让各位看的是我们台湾万华龙山寺。今天啊，带各位到浅草观音寺，下回啊，我来找找我们大陆普陀山观音菩萨的片子，一起到普陀山去朝圣。人没有出去哦，用想的也好了，观想了。我真的很会观想，去过的地方我都会一直重复再去。我都想说，我人肉体虽然在此地，但我的意识已经到那边去了。我真的是如此哦，每天四大名山跑一次啊，所有道场跑一次，每个老和尚，国内国外的我认识的都拜一次，我习惯了。各位要练习到习惯了，搞不好哪一天我们就有神足通呢，可以到地狱去呢，可以到净土去呢，有天眼通呢，哎，可以看去过去未来。但是你现在用观想的，那这个观想含着对
诸佛菩萨的信心跟众生的悲心，那你自然就可以观想得很好。但是现在有影片太方便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多来制作好的影片，观想极乐世界的庄严，观想念药师佛得到琉璃光的加持，药师佛怎么帮我们，对不对？观想我们现在没办法出门放生啊，我们制作一些救动物的片子，然后说是用观想，我们去救狐狸啊，救牛啊，救鱼啊，救大海龟啊，我都去救过，我还救过鲨鱼啊，然后去救，然后这样观想，心里就非常的法喜，好不好啊？因为我们这样观想，佛陀说了，经典说，你只要有一个念头慈悲，就等于大梵天的功德啊，这个功德太大了，一个念头的悲心，乃至用慈悲观想去帮助众生，就得到梵天的威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一定要教各位这个方法啊，然后我们来祈请观音菩萨啊，跟我念啊，你们边看片子啊。紫金化身千百亿，白衣妙相三十二，起手圆空自在尊，杀界宣称大悲主。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今有祈祷弟子，各位念自己的名字，我们大家的名字，所求问事啊，我们要问病苦的事情啊，等等事业啊，婚姻啊，请垂感应，请观音菩萨啊降临感应啊，愿事证明，而且这个一沾下去证明，这是观音菩萨跟我们讲的话啊。然后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来念观音菩萨念七遍啊，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然后呢，那观音菩萨降临，那我呢边念的时候啊，我就会把这个五个金木水火土，各位你也有做啊，如果有做，然后你上面点个香，最好给它供养一下。那等一下占卜的时候，啪啦，开讲愿事证明，好不好啊？好，大家念七遍。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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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啊，虔诚念观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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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好，我们要观想最好自己变成观音菩萨，与观音菩萨合为一体，用我们的观音心来帮助众生，变成观音的眼睛，观音的声音，观音的手，那么来祈求。那首先我们要祈求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家一起关心的，我会得新冠肺炎吗？给自己一个信心，然后我来带各位占卜。那各位，我占的是我的哦，你占的是你的哦，好不好啊？你占的是你的，如果你有五个铜板金木水火土啊，你占的是你的。然后呢，如果会，你不要担心，那我最近就不要生气啊，多忏悔啊，少出门呐，勤洗手啊，戴口罩，做好，然后多忏悔啊，请人放生啊，吃素，自然过关，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得到的是好的签，上上签，那你有信心，但有信心多帮助别人啊，告诉别人，多如此，那你就不用烦恼了啊，不用烦恼，烦恼也不会说得病不得病，这个跟烦恼没有，烦恼反而越容易现前。心如果平静就比较能够超越吧。所以这样第一个签，各位你问你自己，当然
你等一下下课了有空，为你家里每个人都占一下卜，都占一下卜，很重要，很重要啊！先生得确诊，也容易传染给太太，然后住在家里，一个变全家都确诊，这个也不好。所以最近啊，一定要出门的时候，驱蚊神咒一定要带着啊，口罩一定要带着，尽量不要出门了 啊如果有传染的地方啊，好，第一个问题，祈求观音菩萨问问自己或自己关心的人，会不会有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危险啊？沾一沾好不好啊？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开讲，各位，你沾到什么啊？我沾到的是木火啊，木火没有问题。我沾到的是上上签，上上签啊，这个没有关系，各位哈。上上签，所以所以呢不会得确诊，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会最好。我们要承担众生苦，那各位你沾到什么没关系，我已经讲了啊。所以木火是第十二签呢啊，念一下。如果你没有占卜，你应该跟我同一个签吧？这个上上签，进取逢通达，寒如衣锦归，何人占此卦？凡事认思维啊，什么事情安了、没事了啊，所以你要做什么都会通达的。然后呢，就算没钱的读书人，最近也衣锦还乡了。什么人占到这个？第十二卦木火卦，凡事认思维啊，所以各位安心。像我们老师说了，我记得大陆有一位大医生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确诊你仔细给他观察，真正慈悲心吃素的人哦，好像不会得新冠肺炎。我老师说这句话当然是个信心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佛教的因果，你已经没有在杀生，你跟这些亡魂都没有结恶缘，那你当然就不会有这个劫难，这是应该这么说的了啊。战争是因为杀生的劫难啊，所以那我想我们没有杀生，那就没有这个，也不会参与战争，也没有这个传染病的劫难，这样子说会比较圆满。好，那现在有几个问题啊，大部分人问的都是这个病苦的问题啊，那当然在电视上我们没办法回答得很清楚，只能说首先先大家互相关心，只要听到谁生病，大家就当作是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儿女，这是最好的方法了。第一个问题，他说要请问了、这个孔慧珠69岁，我们浙江人，他多发性脑梗的问题，连续2次中风，目前已经瘫痪，意识不清，不会讲话，靠插管进食啊，这个很痛苦的。然后呢，自身基因对多种特效药产生抗体，所以呢，当地医院查不到他脑梗的源头，但是他脑梗面又不断扩大啊，很多大医院都没有把握接手，然后请师父开示。我想这种情况啊，应该跟家属说，人如果活得没有品质，太痛苦啊，要求他业障消除，业障消除早脱离这个身体的苦报，应该这么说好吗？这一点啊，身体啊是本身是个苦，对不对？罪恶的根源是吧，罪恶的果报体了。那我想到了这个痛苦，我们就祈求他能够安详往生，这样最好。那他要安详往生呢，就要帮他忏悔业障，超度身边的冤亲债主，包括祖先啊、胎儿啊、杀生吃肉啊，要帮他超度。这个业力债主一超度啊，他就放手，他就不会在那边植物人啊，或是痛苦太久，知道吗？所以各位，我想孝顺的人看到爸爸妈妈开刀了、啊、很痛苦，我们都会祈求他赶快离开这个痛苦的身体，去极乐世界，这样比较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占卜啊，
那各位，你沾你的，你要问你自己，或是你最关心人在生病，然后是不是可以过关？希望得到一个好签。所以我们希望孔慧珠可以业障消除啊，三宝加持，观音菩萨安排。如果能够健康，那就比较好一点行起来。如果业障到了，就提早舍报，无病无苦，往生净土啊。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个木土火，木土火呢是第几签呢？木、火、土，各位，24签，第24签，24签是好的签，没问题。希望郭慧珠啊，这个业障消除，无病无苦，佛菩萨引导往生净土啊！所以大家也都回向回向啊！那郭慧珠能够罪障消除啊，没有痛苦，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他累世有什么样的因果，如果因缘成熟，或许也可以了解吧啊。第二个问题，刘月英啊，他说他这一辈子很多次手术啊，这一次又得子宫肌瘤，我能不能不要再开刀了，不要再手术了？那我想各位再继续，我来为刘月英问，那各位为你自己关心的人问，好不好啊？你可以问你老和尚身体怎么样会好啊？你儿子哪里会更好吗？你要这样问，好不好啊？大家一起共修，一起共修。那没有谱的，那你就一直念观音菩萨，祈求病苦的人都赶快恢复，那变成一种慈悲啊，为刘月英占卜啊。当然啦，如果你问我这个，我只能跟你说，这个占卜还要自我功德力，就是说刘月英你要自己忏悔啊，这段时间忏悔。那过去我们已经造了一些恶因缘，得罪了所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事物，真心的忏悔啊，发愿去吃素啊，特别是子宫肌瘤啊，这个跟堕胎胎儿都有关系。还有一种有关系的是什么？做产婆了啊，做产婆，还有一些是专门卖这个流产药给别人了、啊，这跟这个有关系的。还有一种是，我还认识一个，过去是开青楼啊，然后呢，小姐的不准怀孕呢、啊。那古时候怀孕技术不好啊，一怀孕他就把小姐带去堕胎，所以他也得到同样的病，很痛苦啊。所以过去做产婆啊，经常帮人这个堕胎啊，啊这样子也会得子宫肌瘤。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忏悔哦。你说，哎呦，我没有，好在我做男生不会的，那你太不慈悲了。讲到这个，你要观想，我就是那个产婆，我就是带人家去堕胎的人，这样你就可以修慈悲心，又可以消众生的业，哪里不好？我们这样来为刘月英啊，你要懂得忏悔，然后呢，超度那些被你拿掉的小孩和堕胎的小孩啊。老实说，现在医院哪一个不是人工流产？那这医生护士怎么办？那没办法，那多忏悔啊！哪一天知道因果了，他就会改变做法了。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为刘月英占卜木啊，只有一个木啊。只有一个木是第三签啊，第三支签。那各位你沾到什么你自己看啊，那个签如果你没有网络上一查就有观世音菩萨的灵感课，然后它就有32签，那你就找找答案。这个木啊，中平啊，这病人这不太容易啊，但是呢，如果你懂得改变命运，刚刚讲了对自己过去做产婆忏悔，帮助人堕胎忏悔，然后所做的事情都可以圆满啊。如果你不想改变啊，你不想改变，还有一个很重要啊，对上要孝顺公婆啊。刘月英对上要孝顺公婆，也是你现世要改变，也要忏悔过去的业。那你这样呢，事情就可以，你不想开刀就不会开刀，这样了解吗？啊，那修学佛法的方法。第三个，当然了，我们现在因为大家没办法出门啦，用网络共修，下回我们有机会，大家就
一起来共修，但是这种占卜的共修人不能太多啊，那么问题回答不完，一次20个人，大家共修也谈谈怎么占卜，怎么因果的问题，那互相助缘也可以了啊。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哦。第三个问题啊，他说，请问法师，你问一问啊，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到今年的六月到九月是否还是厉害的啊？很多厉害的变种病毒会造成各国严重的伤害，那你认为台湾，不是我认为，要问观音菩萨，台湾会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灾不被染疫呢？我想佛陀讲缘起因缘所生法，就是说凡事不是单独存在的，台湾也好，非洲也好，印度也好，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今天你在这边所做的善业一直在影响整个法界，一心在影响着十法界啊，一切唯心造。所以不管我们修大乘佛教，有这种空性，空不是没有，是万事万物连在一起的，息息相关，融为一体了。这也是我们修金刚乘快速成佛最重要的方法，合为一体，融为一体。那融为一体就是空性，展现出来就悲心跟承担，对吧？那地狱就是我，恶鬼道就是我，天道也是我，非洲也是我，了解吗？狗也是我，生病了也是我，不生病也是我，男人也是我，女人也是我，没有相，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融为一体的精神去影响整个世界。所以佛陀过去是一个人修忍辱就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所以各位，我想这样子想，也不是光为台湾，以台湾为中心点去影响整个世界法界，还就这个意思。希望整个新冠肺炎能够减低啊，各种变，我讲我们的疫苗发明都还不快，听说变种就一直变变变，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就是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没有得到供养，没有得到超度，不欢喜，哎，他就制造更毒的、更难医的，这是实话。所以我们大家为了要问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是不是能够减低啊，昨天问过了，那大家也各自问，看我们大家一起的答案如何。所以六月到九月会更厉害吗？啊，现在已经6月2号了，会更厉害吗？那我们这边会如何啊？那怎么样消除？我刚刚讲过，大家这段时间吃素、忏悔、念佛、礼佛、供养、发愿，一直做好不好啊？然后不断的祝福别人，不断的祈愿，来。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问台湾疫情、世界疫情啊，太重要了。问如何？金水，太好了，第八千，好在抽到这个八千，代表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我们所做的承蒙了。天佑也代表诸佛菩萨的加持，门招百福真，我们大门就各种的福报就来了，诸子相助力，而且这些护法善神呢，包括我们各位所做的善业，诸子也在道教里面哈，这些诸子有这些护法神，那在佛教就是我们这些善护法、善因缘相助力，祸福尽欢心，会过去的，台湾也好，世界各地也好，会过去的。各位，这个过不过去跟我们都有关系，诸佛菩萨已经告诉我们，那我们积极的这段时间不要生气，不要骂人，不要去贪欲，心清净，心清净，然后呢忏悔，修福报，戒杀放生吃素，烟供施食，点灯多做啊，到处祝福别人，不要抱怨啊，到处祈愿，那天要讲宵夜，宵夜对不对，祝福祈愿啊，然后呢保持帮助别人，在背刺哦，帮助别人是要，慈悲心是要，菩提心是要，无我空性是要，各位记住，我们就这样一直做好不好？鼓掌！在背刺哦，帮助别人是要，慈悲心是要，菩提心是要，无我空性是要，我们这样去做，回向给世界各地的疫情赶快过去，病苦者恢复，往生者超度。这样来共修，啊，这样来共修，好，那再来，
我们要再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叫菩提西卡树。他说，弟子念佛念了一段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总会不断的做梦，梦到世俗上这些人事物很困扰我。请师父开示。那当然以占卜的方法，我们就占一支卜，看看你这个一直做梦是代表好还是不好啊？要这样讲啊，如果是好，你就当作是消业障。有人。”跟我讲，他做梦梦到不好的梦，他白天很精进，晚上为什么做着梦呢？我帮他占个卜，原来是消业障。比如说他梦到一个车祸，那就代表你的精进这个业障消除了，这个意思。但是这要观察，如果他白天自己在做坏事，杀生吃肉赌博，晚上梦到车祸，这个不好的，那代表可能会发生，这个还要判断，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替他占卜也是这样判断，到底我的判断是对还错？所以可能占两三次这样来分呢。好，那但今天我们没时间，针对您所问的这个问题，菩提西达书，然后呢，这个问题晚上睡觉，白天念佛睡觉困扰的梦，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你借这个事情，你也可以问你自己的事呢，因为大家一起念观音菩萨，这个加持力特别强。所以你现在问什么事都可以成就，好吧？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糟糕，这个签啊，抽给你啊，这个菩提吉他书是最不好的签，这个三十二卦里面的盖牌啊，下下签，这个你要小心啊，可能啊。您的日常生活行为心态，我看什么地方应该要调整啊，那不妙啊，有机会找出原因。当然原因你可以问问你朋友啊，个性啊，或者你最近做了什么事啊，赶快改变这个梦了。就是说，虽然你在念佛，但是可能你的持戒或是动机，或是对父母，或是过去的业，还没有忏悔掉啊。那好，可能的原因还有一种，就为了自己去伤害别人。有些人虽然是修行啊，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修行人皈依三宝，把我们打死了都不能有一个伤害人事物的念头、语言或行为，各位就记住。所以，我们皈依三宝，都会发誓得皈依戒，就从今乃至尽未来尽，不伤害任何众生，乃至起的嗔恨心、伤害之心，就破了皈依戒。所以，你虽然白天在念佛，但是碰到一些紧要的事情，你可能会想反扑哦、报复哦，这不行。我老实说了，我自己啊，我从出家到现在还不到三十年，我碰到很多没有办法解释委屈的事情，我甚至被赶过出寺庙过，我甚至好像被辞职，我甚至被骗过，但是我认为此时才是修行时，我从来不抗不报不讲话，我就因缘到了，我就离开。但是我发觉啊，很奇怪，我每次离开到别的地方啊，做得更好。那各位都知道啦，海涛法师被很多新闻媒体报了多少次啊不好听的事情，他们就有一些律师啊或者一些朋友找啊，师父，我们帮你出面帮你们澄清。我说千万不要，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啊，那佛陀说毁谤七天就会消除啊，就让它过去吧，不要故意去啊，故意把事情渲染过大，伤害世界佛教。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永远把握，这是一个修行大乘佛教的基本。佛教的基本就是接受忍辱，不管怎么毁谤怎么伤害都没有关系啊。那这一点我劝你，不要为了自己的现在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啊，特别是我们出家人不能去告人家对或错，不行的。那被告怎么办？忏悔，
悉心接受啊，我们同情了、啊。但是因为你决心要修行，你就要有这个忍辱是力量啊。这佛陀没有在解释，你看《金刚经》，忍辱仙人被对不对？各位都听过，挖眼睛、断耳朵、挖鼻子、断手脚，他有解释吗？没有啊，他心里祝福了这个国王啊。如果我将来成佛，我要先度你。结果呢？这个手脚听说流出白甘露，国王下来，听说手脚，他那个时候忍辱仙人又发愿，因为修空性嘛。如果我有生气离开空性，那我就当场死掉。如果我有没有生气修空性，国王还成就了我这个空性跟忍辱，哎呀，我能够恢复，我要帮助这个国家。国王感动了，感动了，发下命令，不但尊敬他，全国不准再杀戮。你看，这个就是佛教啊，啊，并不是说我白天念佛，晚上会做噩梦吗？那这些事情你要心里决定好，各位，甘心被欺负一辈子，多好嘞！啊，所以佛陀说，忍辱的功德超过于布施持戒，安住空心又有悲心，那、啊、具足成佛的一切功德。那为什么做个菩萨要有无我的空性？没有我在被伤害，没有我在被毁谤，也不可能去报复。这一点我讲比较久，大家祈求观音菩萨加持自己，能够做到，哎，能够做到。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永远要发誓发愿。所以有人找我要修行啊，出家啊，我都跟他讲啊，你能不能够被伤害、被毁谤、被攻击，你都不骂人、不生气？那你还有一点资格入大乘佛教啊，解脱道以断贪心为主啊。但是菩萨道断嗔心，菩萨道的贪可以让他成佛，嗔会让他下地狱。所以我们一直推广不动如来无嗔大悲诸言不动，就是这个意思。也因为这样不动佛才可以降一切魔，超度一些各种苦难的自杀、恨死、堕胎的，就是这个理由啊！啊，对不起，这个我讲久一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再来，他说一个叫 SPE， 他说他龙尾骨疼痛很多年，中医西医也试过了，结果还是一样，都听师父教导，每天早上念 Om Mani Padme Hum 108遍乘以2。又做塔香烟供几粒米加水撒在外面，我还能够做什么可以帮到我的龙尾骨疼痛消减？真痛苦啊！大家一起祈祷观音菩萨加持，所有脊椎痛、龙尾骨痛啊的痛苦众生呢、啊，所以能够消业障。但是最好你能够了解业障的因。在我知道啊，这个龙尾骨啊，大部分呢产生来过去是伤害过妈妈，伤害过妈妈。这个伤害有时候在骨头代表杀掉也有啊，啊，甚至现世的去为了自己的什么事情、感情或者去伤害到妈妈。那这一辈子可能又不够孝顺，就会这样啊。但是如果你是整个脊椎骨歪掉了，那另外一种就不信因果，邪知邪见，而且非常不尊敬长辈，也会这样。这一点，那各位你的自我功德力就是要忏悔发愿，生生世世孝顺父母，绝对不伤害父母长辈，要发愿哦。不然老实说，有时候动物会咬死自己妈妈，这也算了啊，很可怜的事情啊。那这个要虔诚虔诚的忏悔。那如果你忏悔了，你忏悔了，再加上你做这个功德，我想各位所谓做善业功德，必须以消恶业做基本，要先忏悔再做功德，这样你了解吗？那这样你愿意忏悔，然后我们帮你占卜啊。现在 SPE 知道了，这辈子要尽100分来孝顺现世父母或公婆、岳父岳母都好，长辈，然后也忏悔过去，发誓生生世世无论如何绝对不伤害到自己父母，忏悔过去的恶业，以这样为基本，
然后我们大家你再来、哦、加上这个念佛持咒施食的功德，那我们帮你占卜，那会减低痛苦哦、啊、甚至好起来。老师说我腰痛了很久，然后呢医生叫我一定要开刀，我就怕，我想说一开刀就起不来了，然后我就打了很多次那种强力的止痛剂，然后很多人就警告我，师傅你再打几次以后连开刀都没用。但是后来我找到了原因，我真的是虔诚的忏悔忏悔，我现在就很少感觉到痛苦啊，坐姿就端正一点就好，睡床就睡硬一点也好。难道我去找医生骂他吗？没有，奇迹。每个人身上一定要有这个修行佛法的改变而感动，你一辈子不改变。像我以前这个两个膝盖，我只要坐车坐飞机就怕，我一定要带两条毯子盖在我的膝盖，因为什么？吹冷气，我的膝盖就痛到不得了。然后呢，坐飞机呢，整个脚底就酸痛了不得了，因为那个一冷空气下去，这个膝盖腿就出问题。那后来我找到原因了，傲慢，这个脊椎跟膝盖的问题，傲慢啊，再加上各位以前皇帝啊，或是都喜欢让人家斩妖啊，你随喜别人被斩妖，严应杀赵错，对不对？害他被斩妖啊，连佛陀也是腰痛啊。佛陀这个腰痛是过去摔跤的时候被对方骗一气，骗了三次，把对方摔给腰给断掉。佛陀说他这个也有这个业啊，就算他投胎现在成为一个圆满的佛陀，但是他的肉体的业还在啊，他示现给我们看啊。佛陀这样做是示现，成为佛陀，成为出家人，成为菩萨，还是有这个业啊，啊，只是比较重业轻报。这个余业啊，就像你欠人家100，现在还欠人家20块，你还是要还啊。所以各位，忏悔业障是每天要做的。那我这样讲，各位你不要想说哦好，我应该没有，每个人都有。这个叫大悲心承担，菩萨的忏悔是替别人忏悔，不是说自己有没有。好，所以那 SPE 你就这样子忏悔啊，过去伤害到妈妈，这辈子没有很孝顺，那你现在又忏悔了，开始广修功德，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希望所有这个不孝顺父母、伤害父母，乃至脊椎、龙尾炎、身体痛苦的业，都得观音菩萨灵感加持。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各位可以问你自己的随便的病苦，你也占卜了。金土，金土是没问题了。第十千，第十千上上千，等于说春日融合气。今天你听到了佛法，知道了原因，过去伤害到妈妈，这辈子没有很孝，你已经改变了啊！你愿意忏悔，跟改忏悔包括改变啊，不是忏悔然后不改变不行啊！你要特别对爸爸妈妈好。那你现在听到了，你会做春日融合气，春天的太阳哦，大地温暖，衰物衰残物在心，这些本来很痛苦的衰残的不会好的，现在又恢复了。更逢为细雨啊！你又开始，你又念阿弥陀佛名号，你又放生，你又因供施食，得则又还生。那你又孝顺爸爸妈妈，而且发愿敬未来际孝顺爸爸妈妈。各位，大乘佛教的基本就是孝顺。我们出家人都是孝顺才出家。我为父母出家，然后进一步去孝顺所有众生父母，好不好？如果每个人都发这个愿，各位，你一辈子我们大家都不要有脊椎的问题、龙尾炎的问题，好不好？大家鼓掌，太好了！我这样做让各位精神好起来，大家都要这样做啊！所以感谢 SP 你问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大家的法啊！当然我教各位的方法是希望用我们学占卜不是迷信啊，是什么什么，是当作一种修行啊。就像地藏菩萨的占察业报经，你要懂得地藏经的因果精神、十轮经的一些戒律的重点。然后如果各位要问维系的地藏菩萨占察业报，可能你要学习这个，很维系的啊。好，再来。他说这个LIYIP 这位菩萨 Li Hip， 他说他感觉到修行要改变习气很难，
真的很难，习惯性很难，爱发脾气啊，怀疑啊，傲慢啊，这些做事慢等等等等等啊，急躁啊，这些都是习气，很不得力，身体很累。请师父卜卦，弟子要怎么做？弟子有什么地方要改进？老实说，我们没有面对面啊，我也不知道你要改进什么。就算我们面对面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你的真正的缺点，也不一定啊是什么。但是我想各位还是要亲近善知识，就像去看医生啊。我们亲近善知识，就是希望善知识了解我们缺点在哪里，问题在哪里。然后呢，而且愿意接受善知识的提醒啊，这个比较重要。但是我认为你这个问题啊，大部分是什么问题？自我中心、主观，都认为自己对，对不对啊？啊，所以大部分人的这个是末法的问题，不是光你的问题。现在啊，每个人都每个人自己对，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啊，每个人都每个人，我的法门对，他的对，每个人都自己对，这个叫末法，末法，这没办法，这个叫我执法执啊，啊。所以当然要有碰到善知识捶啊打骂啊才有可能改变。所以我老实说了啊，我自己为什么一直去亲近一些善知识老和尚，慈悲有智慧的，会打坐有观的能力的，甚至有神通力的，我都去拜访。包括我到缅甸认识几个居士啊，他比出家人女圣女性哦，他比出家人还认真还虔诚。我为了这个我可以跑三四次，他都不回答我，他说他不跟出家人占卜啊，因为缅甸的占卜跟我们那个紫微斗数有点一样，但是他们是佛教的，非常的仔细。哎，各位下回啊，我带团，我们去占卜团去亲近这些善知识好不好？鼓掌。首先先回向缅甸的和平啊，无论如何，不管什么政府都和平，老百姓快乐，修行快乐。那这些修行者可厉害了。我还在缅甸认识一个老和尚，那个地方叫什么湖，好漂亮啊，在中部啊，接近蒲甘。他讲缅甸话，我讲中文，我讲什么他都知道，都不用翻译，可厉害了，可厉害了，啊！然后他就马上回答他侍者，侍者就直接请了翻译，我都不用问了。哎呀，这个是修行这么好嘞，怪不得缅甸有这么佛教这么样的生根，他们不退转。因为缅甸啊，会打坐有神通的阿罗汉啊、老和尚啊，多得不得了，几乎说要做住持的人没有神通做不了住持，因为缅甸人大小事情医生都是来问住持的。那你医生不懂你怎么做？当然就有些就特别去学这个，为了要得到供养，那就不对了，那当然不对。不过像我去找，我都会问清楚这个法师道德戒律如何，他是不是为了供养啊，要钱啊，或是钱多他就讲多一点，这个我就不问，打死我也不问。啊，有一次我在台湾也碰过人，跟我说：“哎，师父，听说你会接近这个，有一个做得不得了，你只要付他3600块，什么事情都跟你讲得很清楚。”那我说：“哦，不用去了，因为他的动机有问题啊。真正的佛力加持的这种禅修打坐观的能力，是来自于悲心才有佛力加持啊。如果他的动机，那就是一个世间的鬼神呐、啊，啊，这个万一你比较有钱一点，他就跟你讲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完蛋了，你不给他钱还不行，这不要。所以我想各位啊，打坐也好，神通也好，占卜也好，你不能讲他对或错，你一直讲他对也不行，太执着；你讲他错也不行，动机决定一切。这样记住我的话，啊，记住这一句话。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哎呀，不要讲这一套，那个神通都骗人的，错。那你不是说佛陀骗人喽，菩萨骗人喽，文殊菩萨骗人喽，这不能这么说啊。地藏经里面你看，地藏菩萨做光目女婆罗门女，他的虔诚供养礼拜佛菩萨，佛菩萨感应给他讲，哎，你妈妈怎么样，你回去好好打坐，然后他就到了地狱。乃至呢，
他的感应哦，有神通了。阿罗汉跟他讲，福度阿罗汉告诉他，你妈妈怎么样啊？现在投胎在你家里啊，如何如何？这个你要讲地藏经错吧？所以不能执着。佛教里面啊，法非法名为佛法，佛法非佛法名为佛法。你执着就不对，你舍弃也不对，你要有中道的精神。但是大乘讲的是动机，动机啊，这个动机是符合无我利他的，那做什么都对。动机哎是自私自我的，做什么都不对，这样知道吗？啊，所以我当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啊，说你做灵感卦会不会太迷信了？那这个不是迷信，啊，如果大家已经都在看了，就没有迷不迷信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佛法的修行的方法。好，那这里 ，Hello， 你 hit， 那你问了，如果你改变了，孝顺父母了，哎，你就会改变。再来一个问题，你的小弟弟执着的念头很深，你没办法。孽缘是否无人知？哎呦，你写文言文哦，哎，唯有请师解惑也。那是不是你要问你跟你弟弟姻缘不好啊？啊，我想啊，修行人不能怪对方。所有痛苦都是我自己，别人对待我是我的因果。当然找出原因是可以的，祈求观音菩萨感应，哪一天你会像啊地藏菩萨做光目女婆罗蜜，得到佛菩萨神通的罗汉来告诉你，那是有福报了。甚至有时候做梦梦到一些感应也不一定。像我自己，我老实说我真的很有福报。我从小啊，我就一直在寺庙啊，特别庙里面跑来跑去，很多这些有鸡童啊会跳啊，甚至有神跟我讲了很多帮助我的话，我一辈子没改变过的好话，导致我出家啊，甚至我出家也是一位老婆婆跟我说的。那老婆婆不认识字啊，她拜那时候拜九天玄女，我也去拿香拜拜拜拜拜拜，那老婆婆就唱歌出来，就唱歌，哎，唱歌，唱歌的内容呢？我一听，我也知道里面大概是要我出家。她说：“你本出家人，为何走入世间结婚？”天哪，我怎么是出家人呢？哎，但是她唱完以后给我讲个理由，我对出家这两个字就深深的有印象。虽然那时候不是很想出家，甚至想要，既然我逃避不了出家的命运，我怎么样逃避？我是相信我有出家命运。因为有一次我到小时候，他们带我去万华啊，我们台湾的万华那个摸古尸啊，然后那个长辈就问我要不要摸摸，我就手摸摸，钱他出嘛，我摸摸，嚯，你这好骨好骨，你还可以出家哦，你没娶我。我从小就听到这个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佛骨，我听不懂。就像我妈妈也跟我说，我是台北人，在高雄出生。那有一次我稍微生出来几个月啊，还可以，我妈妈就抱着我回她园林的老家。那园林的老家有一位很会算命很老人家。他一看到我妈妈抱着我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小孩子头上有珠啊，以后啊讲话不得了。”那我妈妈这个人不讲话了，他从小就跟我说：“那个看着怎么不会准啊？他人家说你头有一颗珠，很会讲话，你怎么都不讲话啊？”我母爱一个人没准，我真的是沉默寡言。啊，但是黑人就准呢。我妈妈跟我说，那个人很准了，他明明为什么讲你？后来等我出家了，我妈妈就看我在那边讲课啊，她说奇怪，你在家里都不讲话，我也听说你是沉默寡言，哎，原来小时候那个人讲的还准的嘞。各位，这个准是因为我出家以后，我讲话的机器就跑出来，但是我只讲佛法，我不会世间的聊天，我真的不会。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聊。所以这一点是，但是谈佛法讲故事，佛教故事我就很厉害。我看一遍佛教故事，我就好像背起来一样。他讲十分钟，我可以讲全视频30分钟，哎，不可思议，好吧？所以我们来问问 Puren 苏朱，你所问的，你跟你弟弟的姻缘啊，是什么姻缘吧？啊，然后当然自己忏悔，回向给对方。如果你懂得自己忏悔回向给对方，这个姻缘可不可以改变啊？啊？不改变。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金木，哎，是好签，第七签呢、啊。金木，好的嘞，啊，门户兴安泰，钱财渐渐昌，晋升求旺吉，疾病得安康，意思说。你跟你弟弟之间啊，就一定可以改善啊！只要我们懂得求观音菩萨加持、忏悔，不管是你弟弟啦、你朋友啦、同事啦，啊，所以，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跟你弟弟之间的执着啊，姐弟之间啊，很多因缘是什么？夫妻。过去你弟弟是你最爱的男人爱人，所以你对他哈、哦、就没办法，他交女朋友你会气死，你都有意见，他娶你最好那也不可能，因为你是姐姐。那有些妈妈是这样，有些妈妈跟儿子呢是夫妻啊，妈妈就特别爱儿子，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娶了谁，妈妈就不高兴，就夫妻关系不好，都是这样来的。大部分80%、90%，甚至我可以讲到95%，大儿子都做过妈妈最爱的人，大女儿就做过爸爸最爱的人，爱得不得了。所以你当然对他有执念了。那你现在知道了啊，观音菩萨灵感一开发，哎，好像就想到这个是吧？那你就在这一点你要知道，现在你是姐姐，不能再扮演夫妻感情的关系了。啊，你应该放手，他交他的女朋友你都尊重，你要告诉你自己，那这样你就不会感受到痛苦或者结孽缘吧，应该如此啊。但是凡事在一起都有缘，应该这么说。再来 Nancy 林问了一个很多人喜欢问的，他说，师父请问如何开启第三只眼睛，好吧，拿一支笔画一下。人家说第三眼，第三眼就是讲天眼，但是有一种第三眼叫阴阳眼，阴阳眼也不是很好。就是一个人如果有悲心而想要去知道鬼神的痛苦，那个开的是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天生也没有吃素跟修悲心，就经常看到鬼魂，那这个就不好，会影响了。谁喜欢看到鬼啊，多恐怖啊啊。但是佛教里面的讲的第三只眼叫慧眼，智慧的眼睛啊，叫般若之眼。但是站在大乘佛教，各位去尼泊尔，每一个佛塔都有一双佛眼，代表慈悲与智慧的眼睛啊，去看到真相，去看众生苦，就像妈妈永远了解我们需要什么一样。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发愿，这个追求没办法追求，发愿每个人你这辈子好好的修行啊，愿我来世有宿命通。宿命通干嘛？了解自己，那没意义。有宿命通去了解别人的问题而帮助他，但是你功德要够，自己虔诚的功德佛菩萨加持，那你发这个愿，愿什么时候成就？因缘成熟，愿就成熟。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啊，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我们通通要做。特别我想佛陀累世的修行，在菩提树下最后成佛，他开发了三明六通啊，这个是代表一个圆圆满满的神通。当然我认为，我个人，一个人要开发一点点神通啊，他最好
有空性无我的智慧跟不退转的大悲心，不然对我们不好。你会执着，你会恨，你会害怕，啊，你会惊慌，这意义不大，意义不大，资粮不够，千万不要。资粮够，像我自己，我也有发这个愿，我希望哪一天我跟广清老和尚一样啊，跟灿云老法师一样啊，啊，跟古时候的宝智禅师一样啊。我们以前恒春武功寺中间拜的叫宝智禅师啊，我就发愿啊，哪一天我跟宝智禅师一样啊，你看啊，宝智禅师有大神通嘞，啊，度了梁武帝嘞，啊，所以等等等等，他吃的肉都可以超度他嘞，啊，那这样也度了很多，像济公一样啊，这个都是悲愿成就。那我想站在大乘佛教，为了利益众生，特别在末法。现在的佛法道理网络上都有了，你要什么答案什么解释，哪一部经典都解释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所以佛学院现在没人读了，很少了，但是知识没问题，但实修少，实修少，但是各位还是要发愿，自己要修到有神通的助缘去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啊，不是傲慢啊。如果你有些人追求神通，像佛陀时代提婆达多也去追求神通，也有神通啊，他也知道阿瑟世王的前世啊，而这样用这样去害佛陀，去让阿瑟世王去杀死他的爸爸，关他的妈妈，造下的地狱的恶业啊，神通害人啊，因为他动机不对，因为他资粮不圆满，他没有福德智慧去追求神通，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台湾还是算一个宝岛啊。啊，我看见很多华人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有很多神明的乩童、代言人、通灵者，我也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我认为对方的动机决定。如果一个人有小小的世间的神通啊，或是神明的神通啊，他是拿来纯粹的帮助服务别人的动机，当作修行，而不是当作一种职业，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一个人利用了一个小小的神通来得到一个名闻利养，哦，我要盖寺庙，我要干嘛干嘛，我要钱，我帮你做这个要多少钱，基本上要得到七种地狱的果报，七种都要得到，很苦很苦，各位这一点千万千万不要，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而否定修行者有神通，真的有，我亲见过好几个，这是我自己的福报吧。啊，我到印度，到西京，到不丹、泰国、缅甸，我碰过，在台湾我都认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四川，有一位老菩萨86岁大法会，那他们都不没有办法见的，我也太忙啊。但是有一个老菩萨86岁指名要跟我讲话，那个住持特别安排。我说这个老菩萨特别吗？他说特别。他是以前四川那个是重庆出名的海灯法师的传承，我不认识，虽然海是跟我一样，海灯法师听说这个人呢，就像少林拳一样，什么打都有神通，他的传承，他想要看看我，哦，既然住持这么讲，我说好，我一笑奉行，就等这个老人一来，女生哦，请我手一拿出来，他把我从出生呢，没人知道我。小时候怎么样，然后到出家的心态，讲得一清二楚，我都眼睛瞪得大大，我眼睛瞪得大大的。等他相信了以后，我相信以后，他就讲我的修行，跟我的前世。前世我自己看不见了，但是他既然我已经相信他，而且讲完他不要我什么东西，他是说，因为海灯法师不在了，他代表海灯法师，欢迎你来这边。但是鼓励我认真的修行，啊，非常顶礼海灯法师。所以各位，不可思议，一个老菩萨就宽一个手，可以把我心态什么讲得清清楚楚，我的秘密嘞，这个天下有奇人，到处都有。好，所以我们现在来问了啊，哎，各位你也可以问问，你发个愿，从现在开始不生气。断贪心呢，断贪欲可以开发神通，断嗔恚也可以开发宿命通。
啊，种种都有可能呐、啊。啊，就算没有，但是我有助缘。我这个人，我就是从小都被，就像你看，我一出事，我稍微懂事，我妈妈就在报给那些有神通的人，叫他帮我看。所以我很多事情我都比别人知道一点点，所以我就会，哎，就很认命，很认命。啊，老实说了，就像我自己，我在出家前两个月啊，我那时候已经决心要出家已经两个月，但是就是障碍很重。那有一位法师啊，他说看我这么认真想要出家，然后呢，他就说我介绍你去认识一个缅甸人，哎，我在台湾呢，那你去拜访他，问问你的事情。结果我去拜访他，不得了了。他那个方法很简单，他就要我的出生年月日，阳历的跟农历的，然后就入电脑，然后呢，他就入了一个资料，然后他就讲我，很准确。但是那个还其次，我只是问他说，那你看我有没有因缘出家，或如何？我只关心这个事情。他给我讲一句话，你在家按照这个他算出来那一张，坎坎坷坷，又成功又失败，这个世间好像不是你家，很痛苦。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曾经拥有很多，我也失去了，但是我都觉得很痛苦，行尸走肉。但是如果你走修行路，他没有说我一定出家，修行的宗教的路，任何宗教都可以。你有如高速公路，没有红绿灯。他这样跟我讲。啊，各位，一个人真心修行，如高速公路，没有红绿灯，鼓掌，这就对了。路自然就出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信心。我想那时候我自己担心我有障碍不能出家，是我信心不够。当我听到这一句话，哎，我还特别相信啊。这可能我跟缅甸的缘，跟那一位居士，缅甸居士的缘，我就特别有信心。就决心，想都不用想，我一定出家。啊，我一定很认真。啊，我出家没有要做什么大事，就是认真就好了。所以我师父给我取名叫海涛，我就跟我师父说，我不要叫海涛，师父能不能一个名字叫海一？我想一辈子隐姓埋名，我在这个世间坏了30多年了，吃喝嫖赌，花花公子啊，没有做点好事。虽然有一点福报，有一点脑筋，但是认为看不起自己，我看不起自己，啊，对不起很多人。但是我能够出家，我就好好的看经典、打坐啊、修行，做一点小小的福。所以我经常扫地啊，要在做这些事情。但我师父说不行，你要叫海涛，这个涛就大海滔滔，走遍世界。我师父还给我规定，世界是道场，叫我买一个地球，你要跑遍天下。我说为什么？我师父说你搞旅行社的，旅行社就是要跑遍天下，你一定要如此。哎，然后后来我去受戒的时候啊，有一位老妈妈长得很庄严，听说90岁，那个脸还很漂亮。然后她媳妇在旁边，她很会看病啊，给你把脉就知道你什么病。那次我有感冒。所以我就去把脉，他跟我讲什么？讲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他跟我讲得很清楚。天哪，我来把脉看身体，他给我看命哎，他给我看命，讲得很清楚哎。他后面讲的事情，我现在都是按照这样。你看，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嘞，人家免费来服务哎，透过做医生跟我们把脉医病，然后讲我们怎么修行，这个是很有福报，我自己有这个福报。但是我在旁边排队听，他也不见得跟别人讲。我说他这个看人讲，有缘他跟他讲，信我这个人信嘛。有些人不信，你跟他讲也没用，是吧？但是他给我讲了一些，我现在已经出家将近30年，千真万确的事情啊。好，你看我这个人真的废话连篇啊。好。我们来把脉啊，哎，说要求得第三只眼，这位 Nancy 林有没有可能？各位，你求你自己，但是你发个愿，如果我从今天开始修波罗蜜，
乃是我好好的累积福德智慧讲，你发什么愿呢？我好好的按照普贤恨愿品去实修啊，我好好的按照地藏经去做地藏菩萨，我能不能按照地藏菩萨说的，有宿命通，乃是相好庄严，等等等等都可以的。我也要求哦，我要顺便为我海涛，我要求哦，哎，但是我这一次我是为 Nancy。问一下，如果你这样真心的深信因果，去修行，按照地藏经，按照普门品啊。啊，发菩提心，可不可以开第三只眼？不见得这一辈子来，搞不好未来世啊。但是问问看啦、啊，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土木，哎，这个土木的好像不是很好的签是吧？哎呦，下下 Nancy， 机器狼，摩哇哇哇哇。这个是三千，我还附个放音乐，哇哇哇哇！你这辈子不会有第三只眼，没有问题。像我也木有啊，但是我有很多第三只眼的善知识啊，那不是够了吗？如果我有，这下我可忙到天亮，讲到死。你知道我这个人呢、啊？只要别人问我，我一定回答，我打死也回答。你看我怎么活呢？我就活不了了。啊，我这个人觉得我没有去回答他，我错，了解吗？我这个人是热心过头，闷骚型的，外表酷酷的，内心里面就一直挂着这个事情，一直挂着这个事情。别人问我这个怎么办，我就一直挂着。啊，这也是对我很麻烦，好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真心的修波罗蜜而开发神通，好不好？那时间的关系，这边还有一个两个问题啊，是吧？他说谢坤昌先生创业会顺利成功吗？谢坤昌先生创业会顺利成功吗？好吧，那我们大家来谈谈，大家做事业，现在疫情来了，很多人真的要创业了，要改变方法了啊！疫情整个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改变，现在最好赚的是网络啊、邮寄啊，对不对？邮购啊，改变了。现在听说卖这个摄影机的这些直播 podcast 的麦克风啊，哇！现在哎呀，这个业绩增加好几倍了，这个时代改变了。啊，什么都改变了，所以，然后现在我们要问谢坤昌先生，这个、啊、创业顺不顺利？那各位，你也问你的事业可以。我们大家当然也回向大家事业的顺利，谢坤昌创业顺利。那当然他不顺利，也有一定有他的原因吧。啊，顺利一定有他的因果吧。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我们念一遍谢坤昌，哇哇。哇哇！你抽到了下下签啊，都是没有了，没有看不见，没关系啊。所以三十二签就代表零啊，但是你要找出原因，为什么谢坤昌你赚不了钱、创不了业呢？创业会失败呢？这个不是观音菩萨不好呢。观音菩萨搞不好叫你不要急着创业，哎，免得你倒掉，了解吗？啊，因为是彭佩珍是吧？彭佩珍替谢坤昌问的，先不要，找出理由，找出理由。一个人要做事业不能够成功，大部分是缺乏福报，福报来自哪里？布施。所以你要劝谢先生多布施。哎，有些人说没钱怎么布施？哎呀，供养水啊！像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供水，啊，疫情时间没办法到处乱跑，我真的是供到手都扭到了。我每个手因为一直倒，一直弄，一直倒，一直弄，但是我很高兴，啊，我认为水费可能会敛钱，因为大棚的浴缸水啊，而且各位老，你在家里供一杯水啊，不能光供一杯啊，你一杯水如果下湿。我一天有时候换三次，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一杯清净的甘露水布施给众生喝，然后呢，可能两三个钟头这个变
水的成分没有了，就变成就像个脏水一样，老瓜梅啊，他们已经不能喝了，臭掉了啊。所以你每天如果行的话，就能够早中午各换一次啊。像我有时候一有空啊，那睡觉前我也换一次干净的水给他们喝啊。那希望大家多布施，修福报，改变命运，这样最重要了。好，那我想借这个机会，我们拿一杯水来替谢坤昌，替所有需要创业有福报的人，所有需要水的，我再背一次哦。财功德经说，佛前供一杯水，回向给恶鬼道，可以超度84000恶鬼道，特别咽口鬼离开饥渴升天，太有福报，太慈悲了。佛前供一杯水，回向给动物道，特别海鲜水产，他们呢现世者安享天年，被杀的吃掉了离苦升天。佛前供一杯水，等于念100万遍发财咒；佛前供一杯水，等于念100万遍消业障咒，回向给地狱道、恶鬼道啊、人类啊所有众生。希望大家都这样做好吗？每天都做啊！我们最近6月份呢、啊、到了，我们现在印的那个功德碑做好了，叫玉佛碑，上面有玉佛啊，各种上供下施的水。那各位，你水淋下去，就等于在玉佛上供下，然后这个水在布施。那第二次要印的是八功德水啊，西方极乐世界，各位水倒下去变高通不功德水，然后布施出去了下施甘露。我们也会寄到新加坡，寄到马来西亚，啊，寄给各位一人七个。不过这一次我发觉运费怎么那么贵，因为最近呢、啊、海运大概是几吧，啊，这运费也居然很贵。做杯子倒不贵了，一个杯子运下来不到，我们在大陆做的不到1块钱人民币，啊，加运费那就超过1块钱多，对不对？但是大家多供水施水，好不好？来，给我念，水有八德，要观想再变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哦。这里八功德水是什么内容？看一下经典或是上网查一下。供养十方啊，就是为所有的众生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啊，着诸恶业，因为这样供养，然后所有的恶业，六道众生的恶业就消除，六道清凉。再背一次啊，水有八德，供养十方，着诸恶业，六道清凉，然后点几滴啊、哦，下施给众生，嗡啊吽，嗡啊吽，那么娑罗波罗当那多娑罗娑罗波罗娑罗娑罗娑婆诃。那每天这样供养，你就放在桌子上先上供，然后你要倒出去，那就下施。愿大家不断的这样子的来累积功德，消业障啊。那这里面还有一两个问题，我再回答一下啊。然后很对不起各位，很多问题没有办法一一回答，因为网络上有需要。他说：“请问张玉玺在7月3号、4号大学指考可以考取医学系吗？”方法上，我劝各位替他忏悔啊，修福报啊。点灯啊，多念文殊菩萨咒啊，多念准提咒，这个还是要做啊，是叫自力佛力。然后如果你这样子做，那再来也要叫你的小孩子啊，引导你的小孩子多孝顺，因为孝顺是最有福报，孝顺有福报，尊敬有智慧啊，尊敬有智慧。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子能够赶快考取，家里要孝顺父母。而且张同学，我告诉你，一定要在家里多帮忙爸爸妈妈做家事，这个就是福报。做爸妈你也不要说不要做家事，你好去读书，你让他没福报没有用。啊，我们古时候的故事，两个人去考试，结果在路上碰了很多蚂蚁，要被淹死，就一个人就想说，反正他也考不上，反正他就帮忙救蚂蚁，结果他考第一名，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啊，有一位小兵，他出外打仗，结果一只乌龟，然后呢要被杀，他好心一点点钱把它买来放生，结果就把它放出去了。结果这个乌龟还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特别印象深刻啊，放来。后来就这样层层变成大将军，变成大将军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要做这个大将军印了、啊，做印就要用乌龟啊，结果那个乌龟头都往后看，他就骂人家为什么都做不好呢？连做三次，他说：“哎呀，他想到了，原来就是回头就是那个乌龟，他印象很深刻，原来我就是救那只乌龟啊，而赢的，而得到了这个大将军的位置。”所以张同学，我告诉你，考试不要赢人家，不要那个我读书是想要赢人家这种自私的心态、竞争的心态，你也不容易考上，就没福报。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孝顺父母、做家事、读书不是为了赢人家啊，你做了好功课，多给别人参考，帮助别人，这样就是成就你最好的方法。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啊，我跟你家里跟张妈妈这样说了，你要跟她讲清楚啊，不然这个占卜就变成迷信了。一开讲有没有，那就讲有你一定考上，不一定；讲没有一定考不上，也不一定。啊，修行人因果在自己手上啊。那如果改变命运了，改变了，有忏悔过去的不好，那现在来做好，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该做的，心态又能够平静，那当然改变喽。那这样来占卜啊，啊张。预习，那各位，如果你家里有人要考试啊，找新工作，你借这个机会替他占卜，因为大家的祈求观音菩萨，大家的善业回向给他们啊。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水火，水火第十四天，第十四天，这里面写了心思多不定啊。可能包括张同学现在心不很定啊，求某未得成，不见得会考得好。忍耐方为辅，如果你能够刚刚讲了孝顺父母，多帮助别人，不要为了赢，这样就可以度啊，守份免灾星就会比较好一点，这非常符合道理。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下回我们找时间再来讨论。他说庄素芬问，他说他已故的母亲庄流珠，请问现在投胎去哪里了？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啊，往生者去哪里，这个占卜蛮准的，蛮准的，但是占出来又怎么样呢？重点是你要为他做什么呢？哪怕他升天，你还继续帮他做功德啊，希望他升更高的天，往生净土。已经到净土了，你要往他到上品上升，已经上品上升，希望他早成佛道，普度众生。我们就这样一直孝顺就对了啊，一直孝顺。所以希望庄流珠得到我们大家共修的功德、共善业的功德，业障消除，永离三途，往生净土。我们大家为往生者啊，各位你家里如果往生者或父母祖先，借这个机会，我们为他念三遍往生咒，好不好？哎，你不会念往生咒，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加上我们的功德，嗡啊吽，我们身口意做了点灯放生啊，造佛像啊，建佛塔、啊、印纸碑啊，供养三宝，弘扬佛法的功德都供养，庄流珠跟所有往生者，然后愿观音菩萨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或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有些喜欢药师净土，有些喜欢极乐世界，哎，有些喜欢妙喜净土，太多太多的净土，有些喜欢去观音菩萨那边。好，这样求观音菩萨加持，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庄流珠投胎哪里？现在啊，地土是第六千呢、啊，啊，第六千，先忧后喜逢。可能这个讲法是他本来不是很好，那因为大家现在给他回向了，他可能已经脱离恶道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大家来为他念往生咒阿弥陀佛，功德供养他，希望他去净土，好不好啊？哎，大家啊，
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杰多耶陀利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波比阿弥尼陀毗迦兰帝阿弥尼陀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那主罗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杰多耶陀利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波比阿弥尼陀毗迦兰阿弥尼陀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那主罗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杰多耶陀利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檀波比阿弥尼陀毗迦兰帝阿弥尼陀毗迦兰陀揭弥尼揭揭那主罗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接引庄流珠所有往生者，各位所写的超度牌位啊，堕胎胎儿，我们每天都有在超度啊，很多留言，希望他们都同享我们共修的功德，堕胎胎儿祖先众等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回向庄流珠。往生净土，哎，那你再沾一次，我们再为庄流珠沾一次。现在他有没有往生净土，还是升天了？至少往生啊，天道或善道，好不好？啊，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音菩萨摩诃萨，庄流珠现在有没有升天或往生净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问题了。这是什么？金水火土，哎，金水火土还是中品，可能只有天道，没有去净土，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就可以了。那这边我想我们只是透过一个方便，其中你不学这个都可以来加强自己的悲心跟信心跟修行的方法啊。那只是现在的社会啊，大家是很喜欢问事情，因为很多困扰迷惑的事情，那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提出来吧啊。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因为他身体出现状况，他的老母亲叫翁玉叶，法号普田，今天傍晚已经顺利平安从新加坡西部黄庭坊政府医院的隔离区，哦，前天有回答的问题，已经转换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相关病症。他说这个他的儿子是吧，陈明诚跟兄弟姐妹在这边真心的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祝福，他妈妈已经脱离危险到了啊普通病房，鼓掌啊啊，孝顺真是有功德，我们也希望翁玉叶身体健康，能够吃素念佛，这样就圆满了，好吧。那我们时间上差不多了，对不起耽误各位时间，从八点现在十点，我想偷喝口水都不好意思，老实说了。那么还有一种抽签方法了，还有一种抽签方法，好，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个，各位就问我就直接会抽一张，就抽一张，那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因为要用观音灵感签也是可以，但是这个里面有法在，有法在，也有它的好处了。所以我认为，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朱莉，我就直接问了朱莉，他说：“请问房子是用买的好还是用租的好呢？”朱莉他问，这样好不好？我帮你抽这个，用这个来看你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好，啊。所以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朱莉，房子买是租的好还是买的好？嘿，布施得财富，意思是说啊，你现在只有租的福报啊，但是如果你多用正面的心态啊，去祝福周遭的人事物，你就可以得到买房子啊，这个是你抽到财富签算很好。但是你要买，你一定要聚足更多钱，你才会满意啊！啊，因为要住得舒服嘛，住得舒服一点，
这也是个方法。那还有一个问题，请师父为台湾目前水库缺水的旱象占卜，早日解决台湾目前水库缺水的旱象，谢谢。关心不是关心台湾，世界各地法界各处所有缺水的地方都希望有水，好不好？那所以希望大家发个愿，没吃素的吃素啊，多放生、念佛、持戒、忏悔、诵经、持咒，多供水、多烟供、多施食，大家都加入，以这样子的功德加入，在祈求南无妙色身如来乃至诸大龙王的加持，希望世界各地缺水的地方都有水啊！大家有发愿呢、哦，做善业融入，这样来祈愿，然后来占卜台湾的水库缺水的旱象能不能解除？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嘿，水火，我下回要背起来。这个水火签是第十四签，这个看的想法还没那么快啊，那个心思多不定，不知道怎么办。求某未得成，想要赶快让它下雨啊，还不行呢。忍耐方为福，所以各位最近啊，不要生气，修忍辱。我那天有讲过，要台湾下雨就不要生气，台湾才会下雨。然后我们又加上忏悔，多供水，大家一起努力，也回向所有龙王。也回向关公啊，祈请关公，你念什么法门都没关系，动机好就好了啊，动机回向缺水的地方。但是修一个菩萨，自己如何满愿呢？那就是祈求众生都满愿，这样去祈求世界各地都不缺水，法界都不缺水啊，特别恶鬼城不断的真心的这样去做来回向，那就会比较好一点啊。这应该是这么样去回答问题，好吧。最后我为大家抽一支签，我们就下课回向啊。这支签我为大家抽的啊，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的来修行啊、或是更好，我们大家啊，这等于观音菩萨赐给我们一支总的给我们的开示。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愿观音菩萨赐给我们一支啊，还是这一支，要我们发财啊！各位布施得财富，我们最近大家想办法多布施，不要因为不出门就不布施啊！用各种方法，因为现在很多很多需要帮忙的，很多缺职业的，政府还要出钱补助了啊！甚至我那天看智利的，我们南美洲智利的面的骗子，很多人搬到贫民区去了，因为没钱租房子了，所以各位要想办法布施。各种管道，衣服啊、便当啊、金钱啊、食物啊，进一步呢，以正面的心态去祝福、帮助周遭的人事物。各位一定要不要负面，不要嫉妒，不要抱怨，要以正面的心态。你先生虽然不断的没有做得很好，甚至打麻将生意也不稳，你就不要抱怨，他会好的。我们以前也坏过啊，现在会好的，佛菩萨会加持啊，啊，我们要以正面会的，他会好的。儿子再坏，妈妈都说会的，他会好的。所以要以正面的心态去祝福、帮助周遭的人事物，那这样大家都可以满愿，都可以得到财富。所以祝大家发财，祝大家发财，祝大家发财啊！好，谢谢我们今天大家这样共修，用了两个钟头，大家一起把这个功德上供下施，回向一切，愿以此功德。对不起，我冷气开太强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上报所有众生恩，上报各级国家领导恩啊！这个疫情每个政府都很重要，政府的决策、政府的方向，政府一定爱护老百姓啊！然后希望我在这边，我还是千交代万，各位不要抱怨政府，不要公开抱怨。我们认真的修行忏悔回向，政府一定会更好，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啊！所以上报国家各级领导恩，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观想一下地狱的痛苦啊！嗡啊吽，下济恶鬼苦，
嗡啊吽，夏季动物苦，嗡啊吽，回向所有往生者及堕胎胎儿，各位所写的往生牌位及名字，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也回向现世者，各位观想你的家人、病人，特别每天有这么多人确诊，来自现在群聚感染老人院的问题啊，我也看到，我今天看到新闻哦，文化大学，我是文化大学毕业的，哎呦，山上哎都有学生确诊啊，现在学生确诊到处都有，所以现在希望他们打疫苗要缩短到12岁以下，怎么怎么样。我们都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谢谢大家，鼓掌，阿弥陀佛，大家多练习啊，多练习啊，帮助别人，我们把它学下来